第十二届台北国际仪器展在世贸一馆登场，不但展出了高科技专业精密的仪器，还有健康检测机，在10秒钟内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。另外，有在室内就可以栽种蔬果的 LED 灯，我们带您一起来看。 有没有搞错？怎么会有人在仪器展剪头发？原来只要用一小撮头发就可以测出身体里的汞含量。有吃肉的跟吃素的值是有差异的，因为吃肉的值可能会比较高，像尤其是那个深海鱼的，可能超过2个 ppm。 那我们有测过一些像。 作业环境是在灯管的那个功能呢，它有测到10几个 ppm 以上的。想要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，只要站上这个检测关卡，在10秒之内就可以知道自己的 BMI 值和血压，甚至还可以测出皮肤酸碱值。 BMI 正常。不要小看这些 LED 灯，不同的颜色可是大有学问。红光帮助叶子生长，适合种小白菜；蓝光则是加强茎部，拿来种莴苣最适合。 在台湾是要在冬天才会有草莓，我们 LED 光跑，好，然后利用一个环境的控制，因为它不会说外面的环境变化，然后你产生短促这种现象，所以未来就是未来一个趋势，只是现在。 如果让cost降下来，这也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一个地方。台北国际仪器展总共有205家厂商参展，548个摊位展出到6号为止，有兴趣的民众可得把握时间。UDN TV 前天群洪希宇台北报道。